当我发现有人在偷看姐姐的闺蜜，哎，兄弟，看美女呢？对呀、啊，哎，你看那个美女，像不像那个明星？哪个明星啊？那个猪猪吗？就是猪猪，你知道？哎，那需要个微信呀、啊？要微信就算了吧，咱看看得了。那我把她叫过来。哎，那边那个穿裙子的美女。加微信没？好啊。微信都加了，要不再亲一个？好啊。What the fuck？ 那我们走吧。啊，那个兄弟，我跟我女朋友先走了。刚那人你认识吗？不认识啊。哎，晨晨，要是以后遇到男的给你搭讪怎么办？我就跟他说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男朋友了。零分。是吗？因为我有男朋友，等于我挺喜欢你的，但是我有男朋友了，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，好遗憾啊！呜。那我要怎么说啊？你应该说，抱歉，我怀孕了。啊？